特别的强调，加拉太书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纪要的整理，他特别的强调，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无论是任何人，唯独信心才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那律法呢，是一个之前在这个真道的得救的真道还没有来之前，神交给以色列人的。 他说，他把它教成是一个蒙训的师傅，那把人呢领进门。可是呢，真正的得救是必须是靠耶稣基督的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当他这个真理显明以后呢，神就他就告诉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有这一个。 成为神而已这个观念，加拉太书也阐述。我们可以讲到，因为我们是成为神儿女，所以我们呢是有基础，我们有这个神的产业的基础。那当我们的神的儿女的身份中间，我们有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呢，在真自由中间就来到地狱。 加拉太书的第5章第1节，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辖制。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刚刚这个司会干人所读的。那这个呢，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当我们已经在这一个。 真自由中间，当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千万要站立得住，我们这个信仰的立场要稳。我们不要再被这犹太人所说的犹太化一些的观念所改变，重新的回到这个所被奴役，就是重新被释放之前的状态。 那我相信呢，这一个保罗的这个要求，对我们基督徒现在的这个照样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真自由，我们在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站立。那这个呢，保罗在接下去会分两段，一个呢是第2到第6节，第二段呢是从。 第7到12节两段来讲，他说我们要站立得稳，第一个是必须要防备假的信息，第二个必须要防备假的教师。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第2到第6节。我保罗，一起来。我保罗告诉你们，基督救你吧。那这个呢，保罗在这个几节经文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2到4节，保罗呢，他特别讲到一个，如果受隔离，他说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就是跟你们没有关系了。如果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没有关系。那保罗当然他不是说反对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人受隔离。 他真正反对的背后是，有人提倡说，人光啊，这个靠信心得救不够，他们必须要有受割礼，要受了割礼才是真正的得救。啊，这是一个假的消息，假的信息。保罗他非常的反对，他很逻辑性的从3点来提出来。第一个，他就说，如果你接受这个割礼是要受割礼，那你走到了那个路子上，就是要行权立法，就是要行立法这个路子上去。那要靠律法称义呢？你必须要把所有的律法完完全全的全部都行全，那这个呢才能够真正的被称义。可是靠人，我们知道啊，这个以前我们已经讲，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行全律法，我们在律法上面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呢，因为这个的缘故，人是不可能靠着律法得救的。那这样子呢，人就跟基督啊，他的分隔出开了，那就在基督的恩典之间，对我就没有办法得到基督的救恩。啊，这个呢是保罗他一贯所在讲，在这前面这个啊2章、3章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啊，保罗呢又从正面一正一反2方面来讲，那从正面来讲。正面呢，就是第6来讲，他说我们怎么样跟基督有关系呢？隔离如果单单靠隔离呢，靠隔离是跟基督没有关系。那真正靠圣灵，凭着信心，才能跟基督有关系，才能够称义。那靠圣灵凭基督，才能够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才能够有果效。隔离没有果效。信心才有果效，这一反一正2方面，保罗其实是告诉当时的信徒，他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给你释放的真自由中间站立得稳，必须要防备有人告诉你，这个你要再继续的去行隔离这个假消息的影响。”那这个呢，我觉得对这个当时的。犹太这个加拉太的信徒，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信徒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救，我们在真自由中间的时候，我们要站立的，我们必须要防备任何的假消息，可能这个受割礼不再是我们所。啊，容易被我们影响，但是有一些别的东西会影响我们，有一些的东西是会导致我们是说啊，可能啊，光得救，光信耶稣不够，还要有别的东西。那有些人会说，哎，我们还要有见证，哎，我需要成为一个好的。作为一个好的丈夫，我的好的工作，为一个好的品格，我才可以信耶稣。当我们自觉不自觉的这样想时，其实我们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只是把他们所想到的他们那些的传统，就是隔离，放到了要信耶稣啊得救的这一条上。那我们呢？只把这个好见证、好行为、好家庭、好品格来代替信心，或者是说加在这个信心的上面，我们损害了信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这个真理。那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多加一点是好的。我们这里可能比较少上菜市场。那以前啊，这个在国内或者我们这个有一些啊 farmers market，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去称一个菜或者买一些水果，这个买好了以后呢，这个卖家呢他就给你多加一个东西的，那个多一点，这是好东西啊！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心里好受，哦，这个都给我一点东西，很好。我们在这里有些时啊，这里呢可能有些时候会进到可能比较早这个 Sam's Club，Sam's Club 有一个 Basic Member 基本的 Member， 或者呢有 Plus Member，Plus Member 呢就是多一点优惠。 哇，还有 KOA 呢有基本的 member 跟 plus member， 我是这个 plus member， 十几年了，一直是这个 plus member。那它 plus member 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万一车子 break down 了，你离家很远，像100 miles， 我现在都忘记了，超过就是很远的时候呢，它还照样可以把车子能够给你带回来啊，挖车回来免费。那这个 plus 呢？ 是这个是好的东西，在 membership 上。那我工作，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这个 logo？KOA 的 logo。我们最近我是在 KOA 工作啊，最近呢他们改了 logo 啊，这个KOA 后面加了一个 plus。那这个呢是好的啊，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向前看 ，KOA keep looking ahead。 不断的向前看，要更加的向前看。有些东西上面只加一点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信仰基本大上加一点，就千错万错。在耶稣基督，我们靠耶稣，我们人就上面我们加一点，就是我们缺点。 那我们在因信称义的，啊，我们靠信心得救的上面加一点，作为我们全全对。老约翰在启示录这个最后一章里面讲到，他说他在这个树上所做的见证，会有人加添什么？后面是什么？后果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在信心上面，在一些基要的道理上面，我们不可以 compromise， 我们必须要站得非常非常稳。当我们站得很稳时，我们就不会被多一点这种假信息所影响，我们就能够在真自由中站稳。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加拉太书》的第7到第12节。那我读单数啊，最终我们一起来读双数。你们向来活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一点面教论是全团。 就发起来，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谢谢。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有一个可能有一点难的，就是这个11节，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十字架讨厌？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讨厌”这个词开始看。这个“讨厌”这个词呢，这个原文它有这个 “offense” 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再去思考。 这个原文其实跟有一些圣经其他地方的经文的这个是一样的。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这个彼得，当耶稣跟彼得讲，他说：“哎，我要到时候要上十字架，我要死。”彼得说：“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子。”那耶稣那个时候跟彼得说：“撒旦，你退去啊！你是绊倒我，那个绊倒。”就是这个讨厌的这个意思。那在罗马书里面9章33节里面讲，他说在西安有一个半跌人的一个磐石，那你信靠他呢，你就得福。那一个半倒半跌人的磐石，就是这同样的这个词。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保罗他在传讲十字架的信息，传讲唯独耶稣基督啊，只有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得救这一个信息的时候，他把人所有的作用在得救上面的作用完完全全的拿掉。所以人，你尽管做的最好，你甚至有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建造，他说这个都没有用，在得救上是没有用。那甚至呢，人的所有的事情呢，是被罪所玷污了，所以你人根本没有任何的，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在得救上面你毫无功效。当这样讲的时候，人不懂，有些时候人甚至骄傲，骄傲的时候呢，这一个信息让人骄傲的人对就阻挡骄傲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阻挡，就是这个厌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这一点就是稍微的解释一下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7到12节里面，如果我们看这7到12节里面，我特别用红字标出来。前面有谁，这个谁呢，就是阻挡我们，阻拦人去不顺从真理的，阻拦人去顺从真理，这是谁。还有一个呢是面教，还有一个呢是搅扰人，或者是搅乱人。那这四个词呢是代表讲的是同一个人，这个同一种人，那就是当时呢把这个犹太化的一些的假消息带到加拿大人中间的这些的假教师。那这些的假教师呢，这一段经文中间他说他们呢有2个后果，一个呢是对人的后果，对人的后果呢就像面团发起来一样。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当年这个川普当政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就是因为有人拒绝川普，有人反对川普，那又把政治呢，这个政治带到了教会，后来呢，几个人的起的争端呢，就后来变成了一个全教会的一个分歧啊。那这个呢，导致呢，这个整个教会呢就发起了边教放在面团里面。放一点时间以后呢，它就这样被发起来了，是很大的破坏力。这个呢是假教师对教会的一些的破坏力。那还有一个呢，对他自己的后果呢很严重。然后说他们呢要在神的面前担当他们传假信息的罪。那这个因为他们巨大的破坏力。保罗呢，甚至讲很重的话。这个后面的这句话呢，他说：“唯愿他们把自己隔绝了。”那这个隔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保罗用的这个词，就有点像那个隔离一样啊。那隔离呢，就是人把这个包皮给隔开，然后扔掉。那这个保罗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教会唯愿这些人呢。是教会中间把它割开了，把他们扔掉，把他们分割出去，把他们跟神的教会跟隔绝。保罗讲了这么样的严重吧，因为呢，这些假教师呢，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对加拉太的信徒的冲击是非常大。所以在7到12节里面讲一件事情，就是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在争自由主要战斗。必须要防备假教师对我们的影响。同样的，这个提醒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现在没有动，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真自由中，当我们得救信主以后，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要为了要战斗，必须要抵挡，要防备假教师的影响。那我们如何的防备假教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这三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要辨别假教师。那这个在我们如何学会辨别？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曾经讲过，他说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因为好的树呢是不可能结坏的果子，同样坏的树呢不可能结好的果子，所以看他们的果子，就是看他们的所有的品格，看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我们可以分别出这一些是不是假教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从看他们是否顺服教会，顺服耶稣的人，顺服圣经这方面。如果是真的，他是一定会顺服圣经，顺服这个耶稣的人，顺服一些这个权威的这个圣经权威的教导。那这个呢是两个方面辨别假教师。那我觉得我们所要做的呢，可能就是最好的就是你要从那个逃跑，你要不听不看，不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在我刚刚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2003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影响华语书达芬奇密码，那其实对我当时也有冲击。那这个书是美国的作家Dan Brown 所写的小说，尽管是小说，有很多的虚构的成分，但是呢，作者偏偏是说他所用的资料全部都是事实。那其中其实有很多歪曲的道理，有关于摩达拉玛利亚的歪曲的道理，有关于圣杯的很多的歪曲的东西。那这是孽障。可是呢，因为这些东西呢，对信徒来讲，它很容易让人呢是是非不分，有些时候甚至动摇性。那我们要拒绝这些的东西，远离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些的书籍呢，还是很多的。这个举一些的例子。那 Christopher Hacking 我曾经写一本书，就是说上帝不这么伟大。那还有呢，这个Richard Dawkins 写了个这个 God Illusion 神的错觉。那这个神经科的一个博士他叫做 Sam Harris， 信心的结束，或者是说他另外写的一本书叫做向基督徒的信仰，给基督徒的信。那这些呢，可能书名呢都是比较直接，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分辨那有些书甚至不太容易分辨。我记得2014年有一本书是有一个作者写这个神迹，他就是呢想要用一些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神迹是如何产生，他就把神从神迹背后拿掉。当从神迹背后拿掉了以后，那这个其实是对一个信仰的完全我觉得有点不看。所以这些的书籍，我们可能就是提醒大家的是，可以少看，可以不看，免得浪费我们的时间，免得被他们所影响。这是一个方面。那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方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是类似，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呢，信息非常非常发达，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各种各样的查经的资料，尤其当我们初代查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手上没有资料，那我们呢就到处的去找，有些时候你会在网上去搜寻一些资料。如何看待这些网上的资料？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清楚，那对比那些正式出版的书籍，可能是这个纸质的书，也可能呢是电子，比如说借的这个 Logos 借的 Accordance 出版的电子软件的书籍。那对于相对于这些正式出版，那可信度呢是参差不齐的网上的东西。我们呢这是第一个，所以要记得可信度参差不齐。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这个东西在网上没作者，你就可以定下来不要去看，连作者的名字都不说，就不要去看。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有了作者，你又觉得这个作者有非常的纯正的信仰，这个这些的人呢，那你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些的材料可信度就会高。可是你也要注意啊，因为放着，除非是他自己放的，不然呢，有些人可能会冒用别人的名字。那我们要学会甄别，学会取的，不要就是随便拿来用这些东西。你要好好的，最好的请教你的这个小组里面属灵的长辈，请教牧者。请教一些就是有这个装备，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的纯正的信仰来做参考，来做这个查经的带领的参考。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这个真自由中间站立，不要被一些的假的信息、一些假的教师、一些糊里糊涂的一些东西所影响。我们不要被他们带偏了。我们一定要在信仰上面、在基本真理上面要站稳、站稳当。这是第一个。那我今天要讲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如何要在真信仰、真自由中间呢？我们可以要行得正，所以第一个是站得稳，第二个是要行得正，所以只有6个字啊：站得稳、行得正。我们说一遍啊：站得稳、行得正。怎么样行得正呢？13到15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啊：弟兄们，你们当学的是。只是不可讲你们的自由，总要有爱心互相支持，因为全力吧。那保罗在这里面讲3点，一个呢就是放纵情欲。第二个呢，我把它后面这个15节就是不相咬相克。那中间的这个夹心饼干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爱心互相扶持。所以3点：不放纵，不相攻，要相爱。这个字。那我有些时候可能会把一些词呢变成一个图像，那我们可以更。这个能够容易记。我觉得不放纵是什么呢？神给我们定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呢，是对我们来讲是好，可是呢，我们就突破了这个边界，这个是放纵。那相攻是什么呢？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强加到了别人的身上去，这个有一个这个 overlap 的这样一个东西。2个人中间有朋友的，那相爱是什么呢？我尊重对方的自由。那我两个人我是 touch 在一起，但是呢，我 overlap 在一起，也是相爱。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放松呢？我觉得就是自由不等于是要放纵自己的自然的欲望为所欲为。有一个人特别讲，自由不在于一个人能做什么，自由在于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对不起，自由在于一个人能做但是不做什么。就是自由不在于你能做什么，自由在于你能做但是不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应用到我们中间，自由是一个不作为的一个自由。那我们不随便乱说话。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标榜说啊，我就是心直口快，我就是这个直肚肠，我就是里面想的就说出来。可是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种放纵自己口，这样的。让人受伤害。第一呢，我们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那随便花钱，我觉得也是一种放纵。最近那个包云特别提醒我，因为我常常在这个拼多多上面会买些东西，觉得有用啊。但是呢，他提醒我，如果是便宜。你买了，但是没用呢？这就是一种放纵，没用是一种放纵。如果没用买了，这是一种放纵。那这个呢，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当然，就是随便乱行事呢，这是更是一种放纵。第一个就是自由，我们在真自由中间呢，是不是要让自己的欲望随意的发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相关。我们真自由呢，不是可以随意的表达我们自己，导致一些的口角，导致一些的纠纷。我这个给大家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动词相通相养，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动物的饲养。我这个今天多讲一点原文，那其实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生年有一个老师非常的好，下星期他要在我们中间分享。黄简堂老师，他会教这个希腊文原文。我告诉我，以前上希腊文，上下就忘记了，真的，一个月之内，老师上的全部还给老师。一个月之内，但是呢，黄老师他所教完全不一样。他教我们用一些这个软件，教我们一些的方法。我不用背，但是呢，就用我一些的东西，用一些的方法呢，他就可以让我可以来用原文来查经，用原文来看一些的东西。啊，我刚才所说的讨厌。就是很好的方法，我可以很简单的去找到一些原来的意思。同样的这个呢，相吞相养，它是后面背后的是什么？是动物的饲养的意思。那就是说，一个人他跟同工之间、跟基督徒之间，像动物一样饲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很尖锐的去做一些的批评，对一些同工有一些很无辜的一些的偏见，对一些的同工有些讲很harsh、很严厉的一些的话啊，那这些呢是有害的，那这些有害的东西呢会让同工的心理受伤，会让同工离开，甚至有些时候会教会分裂啊，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比比皆是。那这个呢，不相关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你而言是一个提醒。我们就是要好好，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不相关。这是第二个。我觉得第三，他说过我们要相爱，要互相的服侍。那这个同样的，我们可以从原文看见，这个互相的服侍是什么意思呢？互相的服侍就是像奴隶一样的去服侍对方。哎，你觉不觉得有意思？你今天的讨论的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今天题目是什么？对，自由。在自由中间，哎，保罗说要像奴隶一样去服侍。基督徒已经得了真自由，但是你要像奴隶一样去服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像一个看不到是非的事？其实保罗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的自由啊，不在乎我们能为自己做什么，自由在于我们甘心乐意的为对方做点事。那这个叫做真自由。当我们甘心乐意的为对方去做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爱，这是我们的爱人的东西。那这个我们当我们在真自由中间，要甘心乐意。去服侍，这个也提醒我，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方面可以用这个东西。如果我是先生，我可以甘心乐意为太太做点事，让她可以灵里面更强壮。如果我是太太，我可以甘心。我们怎么去支持他？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扶持？怎么去工作？怎么去在这个外面？我们如果是父母，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甘心的去鼓励，让孩子们，让我们的孙子，让我们的亲人去。更靠近他们的事情，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我可以用从爱心的角度出发去做什么？如果我是爱我，我可以怎么样去服侍我的父母、年迈的父母，让我们更有见证，让我们更能够活出这个爱。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我们马上就周五晚上有蔡宗辉牧师的布道会，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位牧师，这个在欧洲校园的服饰非常非常美。啊，他在我们中间，在偶然的路过，我们他愿意抓住机会，在我们中间分享福音。那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怎样去做邀请人的工作？当我们身边的牧导有邀请人时，你就是在用爱来服侍，服侍同工，服侍教会，蔡牧师一起服侍。当我们有一些缺口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批评。而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漏洞给堵上？当有一些的教会的年度目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就是我们互相扶持，这个用爱去扶持，用保罗的一个教法，这是让我们在真自由中可以行得正。所以我今天去跟大家讲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在真自由中呢？当我们这个世界上面随时随地有可能吹一波反信仰的属灵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站稳，我们不要被假信息、假消息所影响，我们要行得正，我们不要放纵。我们不要相互，我们要用爱相互扶持。我们一起祷告。比如说，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你让保罗在当年在加拿大有许许多多的基要的真理的加码，有许许多多的他从心底的这个劝解和劝勉啊，也有我们能够，我们听，我们有这样听进去，我们能够活出来，因为我们能够在真自由的真心中站稳，一个新的正义，我们成为神的见证，向世界见证神的爱，向世界见证神的真实，神的伟大，神的公义。感谢主，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在那里。我的主啊，你就是那灵，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你的自由。